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居家隔离的第12天。然后呢，前几天 C 罗在 ins 上发布了一个视频，叫做《客厅杯卷腹挑战》。Condition of my living room cover. I'm showing you how many abs I can do in 45 seconds.这个挑战的内容呢是45秒之内做尽可能多的卷腹，然后具体的卷腹的这个动作的标准是平躺在地面，然后让自己的臀部向上，然后脚步朝上，这边呈90度角，然后向上，45秒钟，看能做多少次。C 罗他的视频里面，他在45秒里面完成了142次。我估计我能完成100次就算成功了，我觉得142次对我来说有点难。45秒卷腹挑战。刚才我如果没有说错的话，应该是45秒做了110次，啊，我等一下会再次的复查一遍啊，复核一遍看看到底是不是，肯定过100次了。我觉得我已经算是挑战成功了。那么在家隔离的期间，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的同时，还一定要多注意锻炼，增强免疫力。好，谢谢大家。